我们看这一题，他要你求这个不等式解的范围，我两边哦给它乘以二分之负三，你乘个负数不等号颠倒过来，叫 x 小于等于多少？四乘以多少啊？负二分之三的，这乘以负二分之三就没有了嘛，所以就要多少？二得四嘛，负六，也就 x 它是小于等于负六的。所以这一题哈，应该要选 D。